爷冲一冲。啊？跟爷冲一冲。今天天气挺好的啊！今天天气挺好的，我热我还没理得起头，我昨天的哈。哦，我就给俺扫了，昨天不是在这在这在这儿用。哦，对，就往右去扫，麻烦我给扫吧，麻烦就下来。我不着急，我不着急，我不着急，我不要到了之后谈论对方，我搞定，我解决对方来了，我睡网上看到，有点好奇，欧哥，上边有没有网的？啊，网上跑凳子。都买上了，这是用三毫米，不管你们八十斤还是多少，好，一个，关什么？觉得他对不起吧，然后我冲爹的。哥每天下午四点就出来。哦。刚才做好了。没有，没有没有发现。我刚才都不信，就是发现你，我就没在那啥。后面他们推荐的一个什么，那个市场上的小伙子，好开心，我就没有。你刚才哪看到我没人？我这个人，你不喜欢你的。市场上，太原市场上。没有，不知道太原，不是太原市场的那个。我刚才哪的了？反正在那不找吃点啥呀？啊，你个小摊。哦，对对对，小唐远了，是啊，对，我发现了那个，完了以后呢，我这男人就是说什么，他发现太远了，你那个人家不知道收不收徒弟，而且啥了，而且远了，之后吧，后面就人家就是演员，看见这个人挺那啥的，我不愿意在那啥，完了我就直接不演了，没有在帮这个人，啊，现在厉害呀，哦，王老板坐床边。因为我不是老看你，他们就推那个，就是关于这种的。先看见那个小摊的，先看见你的好吗？然后后面就推个小摊那些，人家那个小摊，是那个人多好。Thank you.
一个一个大的，一个六人，两个地方，一男一女，小的是，啊，一个大的，小的，我这，所以说你这时间一看都对不上，哦，就是还是做饭，哦，这个就是雕刻刀，就是发这些很下的这个，嗯。嗯来来来，我来。没事没事，不要弄它。等一会儿干一干吧，要不现在这小就干一干，对，要不笤帚都湿。对，对。我给它干一干吧。不干啊。微信收款六元。这女孩理的挺好的，人家。你就去理发店还要理个啥呢？是吧，师傅？哦。用不着。我爸爸也是，我爸爸是在市场上也是找他们理的。师傅一理的都精神了哈，胡子你看，哦，那么长啊，嗯，看到好长哦，对。我给你多做点啊，你接吧。没事。能哎，哎，我在这三乡地方了，就是人家你说的这个地方，我上有，啊，真理的了。